我瘦了，你怎么越来越瘦了？你怎么比上次来还瘦了一些啊？就我每次回去他们都会这样说，但这一次他们就没有说我瘦了。你们可以学一下，就成年人真的都很高情商，很会说话。他说哎，你是不是又长高了呀？然后我那个大爷就拍拍我姥姥，他说哎，你看是不是他是不是长高了？然后就他下意识啊，对呀，真的长高了。我寻思着我24了，我一把年纪了，他就这还有长的可能性吗？就24岁了还可以长个子吗？女孩子要是十年前我就信了，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。对，他们都没有说我瘦，从始至终都没有说我瘦了，就是我长个了。嗯，感觉又长了一些呢。对，就说啊，你又高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又长了呀。60的时候还窜一窜，你这60岁的时候窜一下不得了啊。小心是回光普照。虽然真的就很高情商了。天，为什么要多惹我生气呀？年轻的时候，我其实也不瘦的。我的体重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，就高也高不到哪去，低也低不到哪去。牙齿，真的呀。我就想到了，就是我情商就蛮低的。谢太智啊，感谢太智哥哥又一个飞机。就是有一个表嫂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年纪挺大的了，比我大个十几岁。然后呢，就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说哎呀，就说自己皮肤不太好，年纪大了皮肤不好。然后就说我哎，我皮肤就蛮好的。然后我当时一时不知道怎么回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来了一句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老了，我皮肤都不好了，我这皮肤也都一直皱纹了，知道吗？就在别人面前提起来就很凡尔赛。哦，说完我就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。你知道吗？就在一个比你大十几岁的女人面前，你说哎呀我老了，皮肤都没以前好怎么样，就太凡尔赛了，真的是太可恶了。谢谢太智哥哥的飞机。我现在想一想，我都觉得哇，当时这个真的是太令人尴尬了。比心，谢谢太智哥哥的飞机。什么高原反应？表演假意就好了。你也总是这么回他们，行吧？反正本来就是尬聊嘛。谢谢太智哥哥，
谢谢太智，谢谢。这是哪里的梗？不太清楚。咦，昨天的回放我下了，我打算今天剪一下发出来哦。然后，拖到最后就没有发出来了。那应该怎么该怎么回答？对啊，该怎么回答？这个，就说跟他的皮肤差不多啊，我没看出来哪不一样，一样的呀。这么说吧，熬夜啊，谢谢谢太夜，那还不如太智好听。哪有啊，姐姐这皮肤看着和我这没什么不同啊。姐姐才是，是怎么就年纪比我大了些还保养的这么好？对，我刚刚叫他太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太智。换灯啊！欢迎大家。很大，为什么？谁打得过我？这话说的。家人们帮忙姑姑二星啊，我们的二星快过来。不会严呢，因为就是我感觉喝的时候挺丑的。人家是有偶像帮助的。管呀，没人管、你们不觉得我刚刚喝酸奶的样子就看起来有点丑吗？丑丑的，丑丑的。是吗？谢谢夸奖，我要是再瘦一点就好了。然后再瘦点，这锁骨就会更明显一些。我刚揉了一下，这边皮肤有点红，怎么没有关系啊？丑美就在一瞬间。哈哈，想多了，不喝也丑。哈哈。把它禁言了啊！对对对，
今年18岁啊，对对对。反差破坏人设真的吗？要一直可爱，我不要可爱，我要御姐。我今天这个头发是剪花了，就直接一刀剪齐了。那种就是成熟温婉的八字刘海就瞬间失去了灵魂，像这边长须须啊，这边直接没了。有这么可爱的御姐吗？嗯，唉，咱就是说百变，可遇可萌，可遇可萌。欢迎大家，晚上好啊。嗯，那个奶奶，嗯，我们的。明天安心可不可以帮忙跪一下，我们的安心快过了，可以帮忙过过安心吗？啊，为什么发问号啊？发病了是的。嗯，人家想过安心嘛。嗯，当然如果哥哥觉得很为难的话，嗯，也没有关系的。我不会怪你的。毕竟别的姐姐也需要你是吧，毕竟不止我一个人需要你。但是我希望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别的姐姐在你心中占据多大的位置，我希望只要给我留一个小角落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我不希望能在你心里占据很大的地方，有一席之位，只需要你偶尔不好意思有点哑，你哦，寂寞无聊的时候想到我就好了，这才好呀。好锤子呀，一张办卡都没有，好锤子。嗯，你可太会心疼哥哥。可是我心疼哥哥，没有哥哥心疼我。这就把别的主播都取关了，真的吗？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谢谢谢谢吃饭的喵宝宝啊，谢谢谢喵哥哥，谢谢你送给我的钻粉卡，谢谢你。还给丹丹留了一份小礼物，这份小礼物是他们也有啊，还是只有丹丹才有？如果说他们也有的话，那我也是会很开心的。这不是假。毕竟我就是这么的懂事，但是我不希望我在你心中是一个小透明。这份小弹幕只有丹丹才有啊。要是还有我的弹幕。